潮流团对战名学街坊，解锁店铺新玩法，机位躲避赛，大家手忙脚乱。哎，这个是谁的后脑勺？小丁的。当然了，没有没有，我没有后脑勺，没有，我扁脑袋，没有后脑勺。这个有个脚，这个脚放大放大放大，这儿，对对对，不是脚，这。哎呀，小丁是这个，就是你一模一样。白边，就是你了。老秦呢？老秦呢？全员来找茬，观察力大爆发。这个太明显了，明显。哇，好大的动静，好忙。太简单了，这个游戏。好，请摘下眼罩。那个不，那个换位置了，杯子，第二排的在第一排。哎，这个嘴换了一个方向。这个，哎，这个，这是哪个小笨蛋？这是谁干的呀？本来我很喜欢他俩，现在嫌弃。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跨年街的有何不可的这个咖啡店。我们上扩张了，对，我们跨年舞美官宣之后呢，反响非常好，很多观众呢都直呼看不够，所以我们今天派出了三位我们好六街的这个街坊，联合这个两位名学街坊，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好，你到底是代表哪儿？今天代表老朋友们，代表自己，为自己代言。我们先请我们这个三位新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那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红凡。好，大家好，我是曹杰。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延奇。一个发型师，我感觉你。对。我们就是一套出来的，都是一套体系，一模一样，复制粘贴。没错。是，欢迎三位我们的朋友。同时要提醒各位，我们的2023至2024湖南卫视芒果 TV 跨年晚会精彩即将开启，跨年期间会员尊享预热节目、盲盒机位、精彩等独家内容。上一次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跨年街区上面的有非常多的这个店铺，和我们那个好六街非常像，所以我今天呢也拿到了我们第一手情报。我们这次的跨年街区上面呢，将会有六大店铺，分别是有何不可、喊你恰饭、香香点心铺、热烈火锅店、钱钱清补粮、京东超市。等于说甜品店，然后饭店、火锅店，对，就应有尽有，应有尽有，基本上基本都有，吃喝用度都有。是的。没有挪过去吗？开心玩吧！你别说了，你没我的快递更没。我是跟京东超市联名。京东嘛，得用快递。京东快递，对，可以在上面买各种伴手礼呢，带给家人朋友，体验丰富多彩的跨年夜。我们大家呢，可以在跨年晚会期间前往打卡跨年街六大店铺，高能来袭！只要上芒果 TV 搜“跨年街区”，同款试营业活动火热进行当中，排队打卡六大店铺，解锁跨年盲盒机位、惊喜玩法，赢取跨年晚会入场券和神秘大奖，参与海口景区线下打卡活动，更多福利，跨年等你来拿哦！福利很多，对，福利很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大家各位过来，我们有两个这个好玩的小游戏，来给大家体验一下我们跨年街区的这个新玩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拍照捉迷藏，这个呢是和我们的这个盲盒机位有关的。这边会有一个相机，然后我们大家站成一排，需要在5秒钟之内呢把自己给藏起来，不能有任何一个部位被拍到，拍到一个人就扣掉一分。你们目之所及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拿。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哇哇！预判了你的预判。关不上的。不可以趴在这个地方，不可以趴在这个地方。拍到我也要扣分的，我啊，你也要扣分，对，我也要扣分啊。垃圾桶适合你，你装过。这进不去吧，这个蹲不下来吧，这个。这应该扣着吗。哎，反过来。这个能打开。哦、这个。我不行，这得找一个那个什么。这只有迪哥能钻进去。什么意思？你可以。什么意思？你可以。我迪哥也进不去。什么意思？什么叫可以？什么叫只有迪哥可以？哎呀，迪哥你也进不去。我说。只有武艺进得去，好的，人家都没来，开玩笑，开玩笑哈。小鬼屋是我俩进的。有，不要跟我抢哈，求你们了。我看中了，我在这里。哎呀，我本来想的这儿，这我的店儿，迪哥，一会儿不要怪我，别弄我，怪我们无情。
来准备，准备，走开，别拉我，你要怎么走？哎，计时来到，开始，走，快走开，五秒，开始。开始，走，快走开。啊，开始，走，快走开。这是什么垃圾？真的，你们在干嘛？这是什么东西？躲住了。好，已经拍完了，已经。我也觉得我躲住了。其他垃圾。天，我本想罩住自己，结果罩不住。罩不住吧？罩不住。我高估了我自己的体重。你以为你是其他垃圾，其实你结果只是个垃圾。哎呦，等一下，你不是跟你的倒计时，跟你的倒计时，你在干嘛？开始，走，快走开。你倒计时，你在干嘛？这个时候才数到三，哦，不算，摁下之后五秒计时就开始了。哦，老秦这个明显是还没趴下去，老秦已经被逮着了啊。这个手呢？这不认识哎，这手是迪哥。哎，这是谁？这是人吗？等一下，这个有个脚，嗯，这是脚吗？有个脚，对，谁的脚？白边的，小弟，是这个，白边的，就是你，一模一样，白边，就是你了，开始，走，快走开，啊，就是他，黄子弘凡还没出现哈，黄子弘凡，我消失了，你根本看不到我。我隐身了，黄子是真回休息室了。你是不是出去了？你往前走。我在这儿，我在这个伞桶旁边。我发现这是个盲区，我就躲这儿了。开始，走，快走开！啊！确实红线以内吗？红线以内，没毛病。非常符合，没毛病规则。你如果没拉我那一下，我肯定进去了。那我拉你干嘛？我能让你进去？那迪哥的手也算吗？对呀，我不要了。现在就不要，为了赢，断臂自保。只有红凡一个人赢了是吗？黄子红凡成功躲藏住了，耶！好，来各位，我们第二轮可以开始了。是不是开广角了？是不是开广角了？现在角度可能要比之前要大一点点。开广角了，这。你别把我们店都拆了，你在干嘛？这个店都被拆了，开始吧。那个保你一个，我提前跑过去给你开盖，你跳进去我盖你。我想害个人。我搞了。我们还是站成一排啊。我搞定了。迪哥，你搞定了。我们准备第二轮拍照捉迷藏，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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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你好烦，谁？我应该挡住了，我感觉自己。开始。时间到。
好棒！哎，我，这个是皇子，这个是张延奇。害人终害己，我告诉你，皇子。不是啊，迪哥呢？看看没有，迪哥挡住了。没挡住，迪哥的蓝色衬衫。不，那个是那个毯子的部分，融为了一体。看看能不能看到我脚下的老秦。这不是老秦是什么？老秦有漏又漏了，谁弄的？小丁没抓到他。哦，小丁躲在哪儿？小丁我看到了。后面。哇，你有透视眼？什么这个？照片。好。看照片有用吗？没有。我们这次是。四个人被逮出来了，谁害我？刚刚那一下，别害了，别搞我啊！各自躲自己的。你去哪儿这回？我也不知道，我打算不去哪儿，我把他们都搞了吗？对，你搞他们。准备好了吗？啊！你要去冰箱？你在后面，在后面，我在里边。我在里面 ，OK 吗？行，你 OK 吗？我试试吧。试加油。好，准备好了。哎。计时开始，开始，计时开始。时间到，是谁被牵制住了？小丁一个人逮住了两个人，也许挡住了呢。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我要这样，我这样爬，结果他哎，各位，来，我们看看这张照片，计时开始，时间到。小丁右手薅的是张延奇的胳膊，看不出来，我胳膊在哪里啊？你看，不对，这是小丁自己的胳膊，放大，放大，看到没有？看到没有？颜色，看到没有？这儿颜色，这是他自己的胳膊，看到没有？颜色没有，这个很明显，蓝色加那个美拉德，那个是背景，背景，我来放，那美拉德，你看到没有？这儿，看到没有？这。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实话实说，不是，我说这个小丁是不是太过分？他把皇子衣服整个拉成了个深 V。好，我说我穿的是圆领的，好，被拉成了个深 V。这不是老秦的裤子吗？啊？什么老秦？不是，那个桌布，桌布，什么老秦的裤子？是那个桌布。老秦呢？老秦呢？熊也消失了，哎，老秦裤子咋脱了？他进去了啊！哇，他进去了，有点厉害啊，老秦。计时开始。哇，他进去了，结束了，已经结束一年了。进去了，厉害！哇塞，一点没拍着，完事了，很久了。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这一轮老秦和一个恩琪都躲住了，哎，非常的完美。因为我们现在比分是6-6，我们来最后一轮，其实就是这样子，让他们三个人全露在外面，我们这边只要躲一个人，对啊，就 OK。你们俩抓他们俩，抓他们仨。我觉得我们可以保一个人，剩下不是是保两个人，剩下有一个人去破坏别人，这样子是或许能。但你看老秦那种钻到柜子里，那就没法破坏。对，柜子打开，但只能一换一。柜子打开把它拎出来，柜子打开帽子拎出来。按照我们说的做啊，来吧，有战术了都啊，这家伙，来我们最后一轮，各位就位。到前面就位了，就位了，走位，来，老秦来这边啊，行，不是你去争那个什么，你争那个，争那个柜子，我保你，哎，
一个，抓住一个，准备准备，等一下等一下，不准备，等一下等一下，一个，快开始了，开始了，准备准备，等一下等一下，计时开始，等一下等一下，第一个走，我就在他们后面，三，抓住第一个，抓住抓住第一个，哎呀，第一个，开始开始，我就在他们三。先把第一个单纯二看不到我看不透一拍照拍照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看一看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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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 我等一下没事吧赔我扣子反正这是啥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我赢了开始抓住第一个抓住第一个开始开始拍照拍照真的没有迪哥、啊，哎，这个是谁的后脑勺？小丁的啊，不是不是，啊，这就是小丁，然后这是小丁，这是老秦，不是，啊，那这是谁？好可怕！等一下，我们是只要认不出来就不算，这不是，这儿呢，这儿没有，没有，这没有后脑勺，认不出来，没有，他扁脑袋，我扁脑袋，他扁脑袋，没有没有的事儿。跟我一样，我也编脑袋。你是说这迪哥也很成立？不是我，迪哥在我后边呢。我后脑勺是平的。这是迪哥，看到没？这个，这是迪哥。这不是迪哥，这是我的肩膀。这是彭于晏，这是彭于晏。哇哦，好好好，这么聊。我们这一轮是有五个人被这个逮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迪哥，迪哥，迪哥。迪哥记到分了，对不对？哎呀，没拉到他，好烦啊！拉到我了，迪哥，赔我扣子。迪哥这么圆润的后脑勺，只有你能有，真的。我这么标着的后脑勺只有你能有。你们都是站着的，我坐下了，我已经这样子坐这儿了，扣子都抓烂了，都没把它抓出来。所以我们这一轮是这个好六街坊这边获胜了。耶耶！好，各位请坐。好的，刚才那个游戏呢是让大家运动了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游戏呢和我们这个观察力和记忆力非常有关，这个我们这个明学街坊可能有一点优势。没错，什么没错，跟你有什么关系？接下来的我们这个游戏呢叫做房间找茬赛，我们两队呢会轮流作为布置方和观察方。游戏开始之后呢，我们布置方要保持造型，让观察方呢观察一分钟。时间结束之后呢，我们观察方呢会戴上这个眼罩，然后布置方呢需要在一分钟之内明显的改变我们房间当中六处陈设或者是自己的造型。时间到了之后呢，我们观察方就摘下眼罩来找到他们改变的这个地方，找到一处我们记一分。找茬我擅长，干嘛呢？找茬吗？打架、找茬不能拔两根头发什么的那种哈、什么假牙扯下来打的，你还有假牙呢，把我那我们哪边先来呢？我们先来摆吧。好，你们先摆是不是？我们先观察先观察。哦，行，我们在哪哈？那我就坐这儿，等一下就这样。好，老秦呢？老秦，你就坐这儿啊？就坐这儿。你是不是我找你茬？你是不是找茬？你就坐这儿是吗？一动不动。好，东西也会变对吧？对对。提个问，这种算大改变吗？换地方才算，改变方向的都不算，换地方才算。除非是超大物件改变方向。对对对，超大物件，把老秦倒过来这种。嗯，好。哎，迪哥这个看漏了几颗牙齿，我是这样数一数，没有这么细节啊。一会儿拔一颗牙，我待会儿你们蒙眼睛时候，我就把扣子补上。这边已经安排好阿姨了啊。你们这么观察这么远哈、别后悔哦。了如指掌。好，那现在倒计时十秒。五、四、三、二、一，好，黄子，哎，来，请三位戴上眼罩，坐在你们的位置上。来，嗨，对，还差张彦奇。哎呦，好，准备，
一分钟计时开始。哎呦喂，老秦都没动。他动了。哎，有个金属的东西在动，应该是谁身上的这个声音？我听到柜子的声音了，柜子是有声音，冰箱那里，冰箱，对，有人站到了那个舞台上。可以了，可以了，这个可以了。有人动了我的脖子。不能改变观察方，不能改变观察方，改变观察方，改变观察方的双眼，试图把我的头往后拧。我们要六错，你们要自己计算一下。好了是吗？好，请三位回到你们应该在的地方。啊，我以为我们要摘下眼罩了。都摘了都。哦，那摘吧。好，请摘下眼罩。哎，两分钟计时开始。姿势变了。哦，对不起啊，我忘了。你左手在右手下。啊，对不起啊。用掉一个了哈。啊？什么叫用掉一个了？没有用的。刚才有帽子吗？等一下。有帽子，有帽子，有完蛋，现在完蛋了，疑心很重。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变了？没变，没变，我看过了，没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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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背过，没变，背过。Sex，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对，真的，完全没变，真没变，完全没变。啊，有的有的。哎呀，突然疑心好重啊！疑心好重啊！迪哥之前牙齿是露这么多吗？对，啊、但是刚刚有菜，现在把菜抠了。哦，那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那要换位置别拉。没有，不要在我身上做文章。怎么感觉什么都没变过啊？对耶。我们的逻辑是明显改变那个物品的位置才算。什么？跟你有关吗？跟我没关系。把吴泽林换回去，把何老师放回来了。一会儿站在这儿变成了一个何老师。刚才这个在这儿吗？对，哎，这个在吗？这个不确定，这个不确定是不是在这儿？你是确定的吗，黄子？对，这刚才一直在这儿。哎呀，好怪！刚才难道在这儿吗？有可能啊。有可能，应该是在这儿。有可能记这个吗？咱不管怎么说，说一个嘛。对，先说一个，先说一个。先把它算上。就问你们确不确认，就是你们只要指一个东西，我就会帮你们确认是否改变过位置。习惯没有，没有，哎，一处还剩五处。他们仨记啥了到底？对呀、啊，记啥了？但是真的什么都没动过哎，他们动的东西都太细微了，完全没变、啊。我觉得我们最后随便猜几个，能蒙着一个是一个。那这个椅子猜吗？我觉得它就在这吧。椅子一直在这儿，一直都在这儿。我在这踩着它。去年好像就在这儿。去年就在这儿，前年也在这儿。真的什么都没动过。你们的答案是我们没动哈。也许就猜对了呢。那个枕头有没有动过？哪个枕头？就这个顺序。怎么了呢？它这个枕头区域是吗？你要对，就是这个，或枕头或是不是有没有换位？换位置什么的，包括这个，包括这个，这个什么叫包？你这改嘴也改得太快了吧？这个枕头有没有啊？这个，到底这个还是那个？是那个指尖陀螺还是枕头？这一片、那个什么枕头？枕头没有。我觉得这个一定有问题。那你说嘛？
好，这个不等一下，我等一下，我等他们说完，我最后如果没有发现的话，我就还有三次机会，我就猜他这盆水果，这盆水果没有动过，兔子，兔子没有动过，等一下，指尖陀螺，迪哥动了刚才，没有，我拿着玩，指尖陀螺，指尖陀螺，有改变位置，哦，太好了 ，OK， 猜对一个 ，Yes。来，迪哥继续玩，还有五处，但是你们只有一次机会了。指尖陀螺好小哦，其实。对呀、啊，怎么没想到找的都是那么小的东西？随便说一个吧，就这个衣架，这真没转吗？这个转了位置的衣架，衣架有吗？衣架一块，但不是衣架。衣服，他这个衣服、啊，摸摸里边装什么东西没？两边换了，两边换的位置换了，绝对换了。回答。正确，哎，哇，可以可以。灰色的刚开始是挂在这边的，对，挂那边的，挂在这边的。还有六次机会是吧？还有六次，还有六次，你充值了、啊？刚充，看广告不活了，看广告。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最明显的一个，这边多了一个凳子。这个凳子本来是没有的，我在想，但我害怕这有点蠢。我说，哎，多了个凳子，这很难判断。然后还有小丁来，啊，这个换了一个位置，哇，这么细，这很细，这很细，好细。我们就整大的，我们不整细，反正就整。啊，这杯水在那儿，本来在这儿，你们根本都没过来看。哦，那个罐子带皮标签的。我看过那个棍子，它移动了一格是吗？移动了一格，从第四格到第五格了。哦，哎呀，好，我还看了，特意看了那个棍子。本来还有一个，我们都没用。我这个这边有好多那个熊，我一个一个的摘下来了。嗯，好，这回你们三个是作为这个布置方。好，好，好，站，你们先站好你们的位置。哦，我们的位置。你待会儿在哪儿待着？我待会儿在这儿。好，好，你就在这个姿势，行。哎。我就在这儿，你就在这儿，你跟老秦一样，以不变应万变。你别到时候又变成右手插兜了，那这万一呢？这还拿着吗？拿着呗，这我们要带的。好、哦，行，你拿好啊。行行，右手拿着，你拿好。拿着，拿。这裤子扎的好，裤子扎的不错啊。仔细观察，一分钟计时开始。这种不要动了吧，求你们了。现在知道求我们了，其实我是让你们变，翻上看见翻手，把能布置的东西全给它藏起来，他把能动的东西先，把这些奶收了，把那个奶泡，把奶和糖都拿走，对对对，都拿走，都拿走，把那个纸都给抽完。好，我们倒计时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请各位来领取眼罩。怎么说？来，小丁，别看了，赶紧坐下吧。计时开始，改变六处。这太明显了，这个太明显了，明显吗？哪个？这个会不会全部换一排？一看就真一起在弄。
这个凳子凳子互换算吗？不算。对啊，那长一样。好吧，那不换了。开始倒数了。哎，怎么倒？九。好，我们导演组都记下了吗？六处，我都不知道的。我只记得。好，请你们三位回到该站在或者是该坐在的地方。太简单了，这个游戏太简单了。这么简单哈，已经看得特别细腻了。好，请摘下眼罩。2分钟计时。你到底是哪只手？别演那么多，你不记了吗？哎，他是这样拿的眼罩吗？眼罩是这么拿的，眼罩是这么拿的，我确认了。嗯，不能两个人眼罩直接换哈，那我真看不出来。没有那么过分，那有点过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他们改编的这六处比你们刚才改编的要明显。对，我们是最明显的那种。那个换位置了，杯子。哪个杯子换位置？第二排的在第一排。哦，小丁要确认这个是不是第二排的和第一排的？对，对，那第二排第一排也换了。对，换了。你杯子也换太明显了吧？第二排是蓝色的。好，回答正确。他们太强了，我们走吧。哎，这个只换了一个方向。这个换了，垃圾桶。回答正确。谁换的那玩意儿？那不酱汁吗？那不谁换的？那个太明显了，是不是你？好喜欢的。我默默低下了头。送分。我默默低下了头。哎，这个，这是哪个小笨蛋？这是谁干的呀？啊？这是哪个小笨蛋？是不是我，是我这个小笨蛋。哎，我说了，我们都是只干明显的。你们已经找出了三个，还有三个没有找到，但是你们只有一次机会了。1 2 3 1 2 3 1 2。好，这眼睛甚至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四项大哥不算啊。快把，你们已经赢了，已经赢了。对，你们已经赢了。哦，已经赢了，已经赢了，那就这样呗。好，我们这次获胜的是我们这个好六街坊队。不对，是我们好六街坊队。是是是，你我怎么？好，我们公布一下剩下三处是哪儿。首先第一个是黄子红帆身上的改变，哎，他把拉链从下面拉到了上面，拉链明显的改变位置啊。想把你嘴拉上。还有两处是哪儿来着？还有一个我把这个然后换了一下。对，就我本身是这样，是正着的，对，改成了反着的，改成了反着的。还有一个是我，本来我很喜欢他俩，现在嫌弃。你是变化最大的，你是你什么意思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里边放了一把伞，对，这是个连环扣。他那边少了一把伞，然后放到里面。我们就赌，没人发现那个里面那把伞。连环扣。你们如果在里面放一堆东西，你们就赢了。放一个奶球，放一个杆儿，你们全赢。我们里面放五个，所有东西全部是在里面。你们仨就应该钻进去。我是你们真的，你们就赢定了。我们在外面一顿找。你们应该当时设计动作就趴在地下，趴在地下把所有东西。对，这样就赢得更快一点。好，所以这一次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好六街坊队赢了。刚才大家体验的呢，是我们这个跨年店铺的这个新玩法。届时跨年街六大店铺高能来袭，只要上芒果 TV 搜跨年街区，同款试营业活动火热进行当中，排队打卡六大店铺，解锁跨年盲盒机位惊喜玩法，赢取跨年晚会入场券和神秘大奖，参与海口景区线下打卡活动，更多福利等你来拿。
我们今天的这个跨年预热节目呢就要到这里结束了。2023至2024湖南卫视芒果 TV 跨年晚会精彩即将开启，跨年期间会员尊享预热节目、盲盒机位等精彩独家内容，大家一定要来收看我们的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同步直播的2023至2024湖南卫视芒果 TV 跨年晚会。耶！跨年见！跨年见！哎，黄子，嗯，你玩什么这么投入啊？我刚才收到了芒果 TV 这个跨年热烈街区的邀请函，正打算进去看看呢。什么邀请函？现在打开芒果 TV 搜索跨年街区，会员呢可以免费抽跨年晚会入场券，而且啊还能云打卡咱们跨年晚会的六大店铺呢。还有这种好事儿？嗯，咱们芒果 TV 会员福利也太好了吧。那当然了，这样发我链接，我也要参与。没问题，我这会儿就发你。嗯，好路环抢先打卡，跨年间六大店铺之热烈火锅店，要跨年喽。对对对，嗨看舞台，惊喜不断。有25小时享受，一小时忙。在奶茶搅拌跳舞，爱的放纵，我摆不会进口。林俊杰他就不想再看我了，因为看我要笑场。他再也不回头了，真的。大哥惊喜连线，跨年舞台独家揭秘。我想问一下大哥，在这个跨年晚会上面，是不是也要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舞台？能不能透露一下？来问一下小丁，能不能透露一点关于你和你们这个团的这个信息？我们不止一个秀，不止一个秀，哇，我们贯穿全场。是有一家店是时代少年团霸占着是吗？透露的够多了吧？还看名场面，回忆持续不断。莲花楼被泼惨了，浇花，人都打没了，哇，这个更狠，没有子怡姐的这个吗？就这个，你看看你们对我们都做了什么？你都不知道我们每次录完好流抢那个淋浴间啊，都派工作人员冲，我跟你说，要不要我们策划一个台本，你们来啊？我们的机制就是每个环节都是这些惩罚，就是我们玩你们。跨年精彩，首度揭秘，大咖云集，猜猜猜。杨子姐，诚意，对聊。过，这好难啊，这个。迪丽热巴，你是谁啊？这个也来过我们好流街。蔡依林，今天有蔡依林耶。哦，他和我一起唱跨。我一点都不期待，不知道为什么。魏大勋，这个对。跟我们一起跳那个321看这边，哎，我很期待，真的想让他也经受一下我们这个学舞的苦难。